无忧美女千千万，谁是你的另一半？大家都知道，无忧传媒是如今全网最大的 MCN 机构，旗下美女网红达人无数。今天来盘点下，我认为机构颜值身材俱佳的三位网红达人。第三位，智婉 Abby。作为无忧传媒旗下的网红美女博主，智婉的名气显然没有其他几位来的大，但她的颜值身材一点不输其他网红，身上的御姐气质更是十分迷人，给人一种高级的美感。第二位，她天生魅力，长着一副迷倒众生的脸庞，她身姿曼妙，随便几个舞蹈动作都能显得媚态十足，她就是宋曼可。我认为她是最符合无忧传媒审美眼光的美女，也是我认为最美的几位网红之一。在早期，宋老师就掌握了视频的流量密码，视频中的她扭动裙摆妩媚撩人，让人看一眼就仿佛会被她所迷倒，凭借自身魅力迅速积累粉丝，后来因为变现手段单一选择加盟无忧，以寻求更好的发展。第一位，刘世妍，身高165，体重90斤，她是我认为最能代表顶级颜值加身材的网红美女，标准的美人脸蛋，完美的腰身比例，身上到处散发的高贵优雅的气质魅力，她真的属于最顶级那批美女网红吗？唯一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她鼻子微整过，但这一点整形不影响她整体的美感。介绍到这里，你认为三位无忧美女谁的颜值身材更胜一筹呢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。